新浪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张晚意。对，确实是我第一次来看秀，我觉得爱上了看秀，然后希望自己下一次还能来。今天的穿搭是华伦天奴早春25西服套装。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看到了他们背包是可以叠搭的，我觉得我也可以在生活里面尝试一下。我昨天刚落地就去了卢浮宫、巴黎圣母院，去了塞纳河，然后拍了一些照片。我觉得现阶段我不给自己设定什么太多的目标，就一切都是努力，随缘。